Hello，大家好，很荣幸能和大家见面。我叫龙海，我是爱多美忠实的爱用者，也是受益者。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受益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想一下，我们的养老有保障了吗？第二个呢，活到现在，我们有没有想要实现的梦想？我们一辈子都得靠消费生活，对吧？特别是现代人喜欢去伊玛特、乐天玛特，然后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去购物。但是呢，我想推荐大家更换一下超市去购物，那就是爱多美。很简单，它会返给我们更多的钱。在韩国，一般在大型超市花100万韩元的话，大概会返给我们5000韩元，但是在爱多美消费100万韩元的话，就会返给我们大概6万韩元。大家会选哪里去购物呢？而且爱多美还有奖金制度，可以获得更多的系统收益。爱多美呢，在2009年成立，是一家全球化的流通企业。2021年全球综合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兆2000亿韩元，排在了韩国前0.01%的企业当中。爱多美是一个可以实现消费者利益的公司，通过对产品的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，通过刀尖经营来实现消费者的利益。比如高功能的蜂胶牙膏，200克的一般药店卖1到2万韩元。但是如果在爱多美用蜂胶牙膏的话，200克的只要3000韩元，这样的话就直接给我们省了17000韩元。所以在爱多美消费本身就有好处，不只是牙膏，还有洗啊、吃啊、穿呐、睡的所有的产品。按一家3、4口人算，把卧室、厨房、客厅、卫生间、洗浴、餐桌用品都换成了爱多美产品的话，大概会有30万点 PV。这 PV 呢，就是积分。爱多美官网呢有500多种产品，阿扎购物中心呢有8万多种产品。一般来说，大型超市呢，有5万多种产品。所以爱多美该有的基本都有了。爱多美呢还有电子购物卷儿。现在很多人都用电子购物卷来送礼物，比如，过生日的时候呢，会送蛋糕、花环等等，还有更换轮胎，是不是很惊讶？然后是英语教育，教保文具、住宿、企业等等都入驻了阿扎购物网，如果把这些消费地点换成爱多美的话，都会有积分，大概在30万积分左右。那么从我做起，然后找像我这样的消费者，帮助他们也受益，但是帮助别人最终也会成为我自己的利益，这就是爱多美的魅力所在。做爱多美事业是没有负担的，因为它是免费加入会员，没有月促销，就是说不用每个月必须买多少东西，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，同时积分会永久累积，直到拿奖金为止。积分呢还会无限阶段的共享下去。我累积的30万积分呢会永久累积，不会被消除。所以我开始分享给了周边的人，简单来说就是复制了像我一样的消费者。结果我有了6万元的收入。那这些人就问了，我已经达到了30万，我为什么没有收入呢？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告诉对方复制的方法，让他们也得到6万元的收入。我呢，因为是30万3次，1次、2次、3次，所以我的收入是18万。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副业，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。因此，很多人都说，如果作为副业能挣100万韩元左右，那就太好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赚取100万韩元。这个政策会在2022年4月份开始实行。
每半个月能用30万积分的家庭左右各两个市场，我招揽了各5个家庭。那我的左右各个市场每半个月就是150万积分，对吧？每个月能达成2次，那就是100万元的收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拿到100万以后，就产生了更多的欲望，想赚200万韩元的朋友们，在以上的条件下，左右各个市场再努力获得100万积分，就是左右各市场250万积分就可以了。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左右各个市场招揽8到10个每半个月能用30万积分的家庭就可以了。虽然每个人达成的时间会有所不同，但是结果都是相同的。在这里，我想重点说明的一点就是，达成这个目标，并不是非要我一个人去达成，而是和导师和伙伴一起，去达成这个目标。而且，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了，就像被动收入一样，源源不断，而且还能传3代。通过以上方法赚1000万韩元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左右市场培养出每个月收入能达到200万韩元的伙伴，各6到7名就能实现了。如果这个数字持续增长的话，那么通过爱多美每个月拿5000万到1亿韩元的收入是也是可能的。爱多美呢不是卖产品，有些人呢会说我不会卖东西。所以我做不了爱多美副业。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误解，卖是卖，但是呢，要看卖的对象是谁。就是我需要的东西卖给我自己，那么你需要的东西呢，就是卖给你自己。其实做爱多美事业呢，就是去参加教育系统和研讨会我先参与进来，然后再邀请伙伴一起去听。比如为什么产品又便宜又好用，还有就是学习和熟悉爱多美事业的前景等等。做爱多美呢，没有人脉也可以，能力呢稍微不足也可以，因为是网络营销事业，所以在连接和连接的过程中，一定会出现比我更优秀的人。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聆听希望呢，大家在爱多美里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，我们呢在顶峰相见，谢谢大家。